安怎？无合你的口味啊？无啦，真好食，啊是俊逸甲你教的啊。那安尼，伊一定足够煮食的吼。加食一寡啦，看敢是伤咸还是伤正。妈妈实在好，感觉足幸福的。啊，就算我叫妈妈即摆死，妈妈嘛甘愿。妈妈会当甲你重逢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刘志，妈妈实在足欢喜的，我实在足欢喜。你安怎呀？感觉头壳有淡薄仔戆戆。你可能伤忝啊，我扶你来碰伊姐姐。你拢无食。有啥物件？可能给我吃爱睏药啊！你放心，袂有代志的。你以后我睏一暝。你哪会当安尼对妈妈？你袂当离开的。我袂当去静月身躯边。我想你会当体谅做爸母的心情，但不过你也莫阁找我。我是罗家峰，我不是陈长志。我伫门口针对陈中志的指手画脚。总算精神啊！是你家掠倒转来？无咧，我就知影你会用假释啊，你长江遐一步啦。请安道好势，你妈妈然后趁机会逃走。你想过天真啊啦！你就是讲我完全无分别你，恁咧敢会想看金瓜？你伫我身躯顶下什么法术？那么你哪会知影？袁总裁，你甲张志哦，生了一个好头壳。你叫了问着，我确实伫你的身躯下一道法术，互你将脚若打出只，我随就知影。所以啊，你就莫讲想胖想胖，做一寡白了讲的代志啊。你做屁屁！哎呀，是你家己母袂清楚啊！牛片唔牵，硬要去牵牛尾，啊？为着罗家遐甲你无关系的人，家己的亲生妈妈伤甲一句话拢讲袂出嘴啊！你敢会感觉唔甘啊？不好，卡输低高骨的。我不可能。目睭紧紧看你用假罗家风去伤害罗家的人，我会拆开你下几下卡。若讲到尤总裁，伊若你有你愿意讲，我做正确的代志，感觉是伤心的。这就表示伊是自私自利，敢若想到家己的人。哼，还是因为你唔知顾大局，我你家己想看卖啦。迄个代替你的罗家峰，即马甲罗家的人相处了真好，说落来，你要用什么款的身份回去？
情罗家峰，还是假罗家峰，还是承认家己是陈中志，是杨湘水的亲生后生啊？不管你用什么款的身份，但伊知影你身躯流的血，甲因是无同款的时阵啊，迄种亲情的温度，敢会冷去？啊，刷落来伊敢会，搁再亲像较早同款遐尔爱你？我看真正有可能的事啊！你用真心换绝情哦！伊有一下正常的权利，要来面对，要来打击后果，我肯定有心理准备。刚讲恁都不要紧，你亲亲妈妈的感受，我是愈来愈同情杨总裁啊啦。你免讲遐话无诶，点么我袂使啦？我无可能什么动作无快，互你想要哪出来人？无毋对，你敢若甲老家遐个人当作是你真正亲人？你利用我思念囡仔，迄款失去佮得到的心情，让我无防备。对我下药啊来伤害我，你让我清清楚楚了解，你对我这个亲生妈妈，只是虚情假意，一点仔真心都无嘛？我对你实在够失望的，是你让我失望在先的。讲起来足好听的，当都先救我，伊是要利用我，你去老家。所以用这个机会，西人性质啊，跟我们爸起冲突。阿丽，你敢看不出来？你继续一目金一目卡，你只嘛拍破我三观。你根本就无了解一个做妈妈的心情吗？妈妈的心情，家己囡仔用苦读，身体讲唔得，心内拢破病啊。画出来太阳公公是流目屎面，你无去追求歹人的责任，你颠倒歪一边，继续让家己的后生来做歹代志，这个妈妈的心情，这是什么款的心情？嘿嘿嘿，你愈讲愈离谱呢啊！我跟你妈是战友，是 partner， 因为你妈妈了解一大局为重啊，是啥物大局？罗家峰会当正正当当做一个人，那是我的亲生爸爸妈妈罗在英、老夫咪还满满的爱。你敢不知影这个囡仔，大刚藏在沙土内面，都是甲歹人掠去做抑制生长激素，那是来造成偌大创伤，你敢不知？余总裁，请你体谅，迄个时阵我有我的贵人。而且中志伊记忆都无完整，伊讲话你也拍折啦。江都星用法术洗掉我的记忆，啊，不过天公伯安排，一段一段破碎的记忆，我全部拢想到转来。我们才主动约你去灵骨塔，甲你问我清楚，结果害着我的妈妈，惨就种卑鄙的小人，你阁愿意徛在伊那边？这就是我对你最失望的所在。你对我失望？这四十年来，我对你的思念，也够你的爷爷所受的折磨，我敢不好过心？最好头人是啥？你却继续在伊身躯边做伤天害理的孩子。怀弟，你若不愿意回头，就算我那是真正的母仔，我绝对跟你徛对头的。讲到底。你也是认为伊遐个人才是你的亲人吗？花姐的妈妈，这么多年来对你的思念，还佫为你所流的目屎，对你来讲完全都无重要啊！哦，我了解，我真正了解啊！我以后袂佫做这款的无意义的代志啊！我对你付出更加多，嘛无法度感动你啊！真正是西孤万愧。
无唔对。唉，爸母疼囝是长流水啊，囝孝爸母，是树未风。假使伊的心无伫你遮吼，就算讲你恶心肝好意，伊嘛嫌臭臊呢。所以你就卖过妇人之仁啊，定若无到最后换来都是一摆过一摆，互你家己的亲生后生反背利用的痛苦，而且佫会造成咱的计划失败，你家己都爱想好清楚呢。我袂佫予伊有任何的机会，利用我对伊的爱来作怪。良子，这个是你甲妈妈撒开的呢。妈妈的心，予你伤甲足痛的。我需要一段时间，好好来调整心情。我暂时袂来看你啊，这段时间，你得好好想清楚。想，这是你真正的亲人。